好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依依，是吗？不是依依吗？天哪，辣辣吗？好，第二位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妮妮。好，第三位的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妞妞。那苏云这一关要派谁呢？选我！选我！依依，你没有东西不要选，等一下。这如果是那边，应该已经流鼻血了，很明显啊。妮妮获胜，妮妮大获全胜。对，而且妮妮都不用急，她从头都这样站着。对。进行第三盘，炮弹飞车。炮弹飞车。啊，这个也是谁的分数谁高谁就获胜。嗨嗨，好，这边刚输赢又连获两胜了，接下来这一关你们要选择谁呢？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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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他选我，动作太大，好啦，这很烦呢。对呀，一现在是目前我们的冰果甜心当中里面元老最元老的一位。一姐，不要这样，小小气。两个突然客套起来，真的客套起来了。对啊，依最近为什么脸那么一点一点那么多呢？我去雷射点痣啊，点痣啊。对啊，因为人家说脸上有痣不好，不会吧？是因为有的人觉得不好看而已吧。像很多人在国内有很多人，可是有时候是真的不好看的。比如说像蔡琴，不是底下有一个，那很棒啊，那边还。他们说这个是，就是会爱哭啊，泪爱哭哦，泪痣。对，还有人是说三八痣啊，对啊，那有的人是说那个痣，像麦当娜还不是旁边这里有一个痣吗？对，我以前崔台清也有啊，我也有啊。哦，你那个跟麦当娜差太多。对，我还有人是讲中间的好不好？你是麦当劳。麦当劳。哦，你这个也有一个痣哦，这好明显哎，这一边这一边对，眼睛也有啊。哦，他们说的是因为以命相学来算，对啊，就说命相学一般来讲说命相跟手相是占百分之命的20%左右，那么少哦？对，这个有时候因人而异的，不要相信就不会有事了。嗯嗯，对啊，你不信他就没有关系。那依依是想要更美，对啊，然后连选美的到处都是痣，对啊，就把它点点，感觉脸会比较干净。哦，脸这么脏啊？想要再更美吗？对啊。你不要不想脏的有很多方式、啊。好、啊，我知道。你都知道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什么方式。啊、就多洗脸啊。哇，依依这一关是烂到离奇了。真的，依依加油！欸、手哎、欸，啊，加油！真的，元老，对呀、啊。哦，第四个。依依讲真的，你、啊、冰果甜心这么多，保留到最后只剩下你一个人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越白目越留的久啊。那真的是，如果白目，你是跟小郭是两个真的够白目。对，我们两个好搭档哎。好搭档哈，那小郭今天怎么没有来呢？可能有事吧。啊，有事。对啊，他忙啊，他红了，他红了。听说撞到他们家的那个额头，撞到他们家的门槛。啊？他家门槛这么低吗？搞什么？他跌倒吗？好，接下来第四颗了是吧？好。加油！好，接下来第四颗能量。一加油！加油！哎呀！你削到他的皮耶！我们都看得出来。可以撞一下他皮。你进一颗吧。对呀。我两颗。不要了，不要。两颗已经失去一颗了。哦，加油！一加油！一加油！好，这个回去都要，谢谢，回去都要好好练球啊！依依本来应该是带动我们冰果甜心把这个球技打出来。有了，他刚刚练习的时候有了，练习型选手。对啊，我帮他讲话，真的啦。你点字把好运都点掉。好，在这边得到的是选择三个号码，来，请选择第一个号码几号？六。六，好，一六。六号。请选择第一个号码几号？六六，好，一六六号是四四，不错，目前累计的奖金有40000块的。第二个号码，你这好认真哦，二号就是二，就是二，哎，都是低的，都还没有过。目前42000元，对啊，而且孙宇，你知道你这个。选号码比前面打球都还认真，选奖金真的整个脸都认真。买菜的时候总是要认
买菜也没这么认真。对啊，对，七号了，七号，七号，是不是 Lucky Seven 的七号？ Lucky Seven， 九，然后九是九十吗？好，所以是24,900，不是啦，94,200啦，骗你的。